叫做未来美水蒸膜。那其实未来美这个品牌，它一直都能够把韩国的最新科技带来台湾，像例如说八分钟面膜，然后还有像这个水蒸膜，它其实也运用了韩国最新最新的一个水蒸科技，是一个很有趣的质地。对啊，好，然后使用在手上的时候，你们慢慢推开，你会发现它完全立刻变成水，跟一般的冻膜不一样，它变成水之后立刻有秒吸收。那就是早上他急急忙忙的要出门，他完全没有时间做保养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罐这个，而且这罐水蒸膜里面全部满满的一罐都是保湿成分，而且成分非常的单纯，它完全可以当作白天的保养来使用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它也是一款冻膜。但是我发现说，当它的保湿成分真的有被肌肤吸收到的时候，它的保湿度其实是可以媲美乳霜的质地，像这样子。对，有一个保湿成分是皮肤科医师一定最推荐的，就是神经酰胺，它可以立即让你的角质层充满了水分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还有能够深层保湿的玻尿酸嘛，玻尿酸这个成分也很重要哈。另外还有个成分就是植萃的角鲨烷，所以难怪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用完它，我的肌肤还是会有润泽度哦，而且角鲨烷它对于修护的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它现在完全几乎已经吸收了。对，如果我再上一层，晚上的时候再上一层来按摩，慢慢的让它吸收，再睡觉，它的保湿度会更加强。这边你看，这边是试过的，好 Q 弹度，然后这边是完全没有试过的 ，Q 弹度就差了非常多，有没有？光圈不一样哎，光圈整个就出来了，而且我都只是帮它上，只上了一层而已哦。